在中外野方向很深远的位置，爱的迫降在中外野，詹子贤这个时候一棒炸裂，用中外野方向的阳春炮来反击，一下子就把比数扳回来，变成了1-1平手。电视球其实位置已经开始要往下掉，但最后其实他把重心给留住，往中外野带，飞行的距离确实有带出。对方打到了左半边的飞球，左外野手向后退，向后退，向后退，向后退的墙边出去了。阳春全垒打，詹子贤个人这个球件第二次全垒打，追上了朱玉贤以及郑凯文，他们三个人呢都是两支全垒打。八局上半，詹子贤打第一球，中间方向跳起来接，结果接不到了，中外野方向的 solo shot。詹子贤八上一击，帮助中信儿再度把分差缩小到1分了。哇，九十八，大力是蛮不错的，向后追追追追追，看得到，越过去了，哇 ，home run， 戴培峰。今天呢，真的是也是全垒打大对抗，刚刚的三分炮现在领先就只剩下1分了，而且戴培峰本季的首轰也出来了。哇，这棒扎实，结果又把变成半球，有位手向后退，向后退，全垒打，2分全垒打，让场上的比数继续扩大。戴培峰本季的第二轰，也让场上富邦现在是6-0领先。咬得蛮扎实的，在右半边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上看台了。Home run！ 戴培峰今年球季的第3号全垒打，哇！这位年轻的捕手，今年开季确实展现了非常好的打击 power。哦，对方打出去还蛮响的，在中间方向球继续飞，继续飞，到了禁区去，能不能进？哇，中了全垒打！中了这一个，应该是外野那个铁柱，铁柱那个是一个架摄影机的那个看台，哇，那一中那没得险呐！哇，这球掉到了红中的地方，林家轩向后退，向后退，向后退，没有了，出去了。朱志杰的2分全打，来局上半为统一先取得点，现在1-0，2-0领先。本季的第2发全垒打。朱志杰在上一个赛季，或者说应该说加入职棒以来，他的全垒打产量一直都非常的不错。现在呢，也帮助统一在这场比赛坚持得点。这一棒被朱志杰带起来，打到了右外野方向，哦，打中了标杆。今年赛季朱志杰的第3轰，在6局下球给志杰，实在是从霸能的手里啊，得到了这场比赛的第3分。哇，这个球真的打得也非常巧妙，直接击中了右外的标杆了，没错。两好一坏，对决时刻。飞球打击出去，在左半边非常深远的飞球，还在往后退，还在往后退，还在往后退，跳起来！小白球在左外方向，爱的迫降，2分炮。严可敲出了本赛季的首轰，就是把2分打点锤打，帮助同时扩大领先，来到了6-2，4个打席全部上垒。对，没错，而且这个球可以掌握得那么好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我这个时候如果有安打的话，这个球一垒手没有办法挡下来，陈杰先生再要拼本垒，这个球传回来更是来不及了。最多5分的落后，在比赛第7局开始是陆续的把分数追回来，最终是以8-7带走了在主场的这场胜利，同时是今年主场的第1胜。一好两坏情况之下，这一棒被连可带起来，打到了左半边的飞球，这个球员我全力打墙了。前一个晚上才刚打出了再见安打，帮球队带回了胜利，今天连可在第一次正当打击区就把球扫成了左半边的 solo home run， 面对到欧伟军，狮队在这场比赛是靠着连可赛季的第2轰率先的得到分数。哇，有救，这一棒重攻击看在球场里吃完了，背靠背 back to back 开花，
手轰也出来了。哇哟，结果这一棒是不是要去比赛？这一个战术，统一呢并没有想要去抢这个分数啊，战术执行没有成功，一来一往呢就受到伤害了。这个半局呢被神奇的朱玉贤，在今年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就三响炮，好，哇，结果这个球看看是不是戴在头上，距离够吗？还在飞啊，哇，越过去了，又是全垒打，这个比较危险，打反。但这个球还在飞，还看着球还在飞哦！哇，有一只 home run 反方向上，我以为反方向飞不出去，结果是双响炮。今天赛前是累计的387次，哇，但这个球被带到了右外野方向，应该是留不住了，刚好越过全垒打墙。今年赛季到目前为止，朱玉贤已经打出了第6次的全垒打了。哇，这个曲球被朱玉贤带中，打到了右半边，这是今天朱玉贤单场第二轰，而且是一支满贯炮。这一支满贯全打出现，也让乐天桃园在3局上是打下了一个大局。整个分数上来说，是从原本在这半局一开始的3-0，现在要变成的是8-0的一个比分差了，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。这个球捞起来打到了右外野方向，不会吧，哇，有点巴士了，哇，这个球又被朱玉贤扛出去了，今年赛季的第8轰。对狮队的这4场比赛，每一场比赛都有一支的全垒打，哇，这个球这个力量真的也是蛮足够的哦。一开始打出去感觉只是个好像林安可有机会处理的飞球，因为仰角很高，而且感觉起来也是有点挤压到。